啊，没错没错，现在用的是国赫的171啊，DMR 功能，用了一个 DMR 的盒子，然后进行通联，发射功率是1个瓦特 over。这个机器呢，刚才听你讲，它就是不坏的话，就是这个机器如果是加这个电话功能的话，你说它加一个电话的这个模块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没错，您说的完全正确，就是它这个原机是不带 DMR 的这个芯片的，然后 DMR 模块是需要单独加装的 over。那理论上它也可以加其他字那个模块呗，但是现在只有这个编码的模块了。哎呀，这一块我还不是很了解呀，因为。它官方现在能加的模块只有这个指南针、GPS，还有 DMR，而且这个机子应该是短波里面带 DMR 的，也是为数不多的 over。都是这样，